再来新闻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眼上峰国小棒球队成军五年，在学校甲教练家长的支持下，这囡仔拢真认真地练球。虽然讲练习的时间真有限，不过最近几年来比赛成绩都真好。今年参加花莲联国杯比赛，得到团体亚军第二名，更加有球员得到大吉奖的第一名。日头真大，囡仔唔惊热，认真练习降压球。教练针对幼落的动作，斟酌跟加强，调因正确姿势。有教练严格训练，小球员嘛真有志气。伫咧即摆华联联合杯比赛，摕到团体亚军，毛球员摕到打击奖第一名，有够厉害耶！你会觉得说哪一个地方是你们需要再加强？打击，还要再加强。上峰国小野球队成军五年时间，学校无体育班，球队个人当用下课时间练习。我们是用课后来练习，那练习当中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短，那当然就是会以小朋友他们比较不足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去做训练。虽望成军讲五年时间，不过教练针对每一位囡仔，找出因适合的位，让每一位球员会当发挥因上好的实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萱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